各位大家好，今天是12月12日礼拜日，国历11月初九，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一开始来关心美国中西部，日籍人的州，日籍七十暗时到十日头早，遭受到至少30个加烈风的影响，造成严重的伤亡。刚才是肯塔基州，如果计有70个人死亡，州长表示现在还在继续有伤亡增加。This will be, I believe, the deadliest tornado system to ever run through Kentucky. Now, earlier this morning at about 5 a.m., we were pretty sure that we would lose over 50 Kentuckians. I'm now certain that that number is north of 70. It may, in fact, end up exceeding 100 before the day is done.当看到真侪建筑物拢已经无去，这个加烈风数量至少30个，上阶段破坏路径有400公里，这是美国历史的纪录。肯塔基州一间垃圾工厂来倒去，现在咧在进行，是伫这交接员工拢来过身。伫伊利诺州，也个阿肯色州也传出着亚马逊的物流仓库来这养老院受到影响，三人来死亡，灾情惨重。美国总统拜登代表示已经来听相关的报告，答应会全力支援地方来搜救。在九月初，前日来落大雨，影响墨西哥中部，造成40年来上届严重的灾害，有2000多栋厝受损。当地志工随时动员，经过勘灾做测量后，22月有3场的发洪。来自台湾、美国这些4地志工也集中支援。第一场的发洪是在特拉亚卡潘，当地12月11日举行。这就有30个志工的加入，这是在2017年强烈地震了后，组织再度举办大型的发放。不同款的是，为抗灾到物资的筹备，拢是由墨西哥当地志工主动承担。尤其是在重灾区图拉，发放的人数上较侪。拉法拉修路主动来提供修道院来抗灾物资，解决志工大的问题。李东西强烈地震了后，主持人呼吁灾民的心念一直是在伊的心中。这一摆应该是感恩甲欢喜的心情，共同要来圆满这个任务。Omicron 的变种病毒全球扩散，离西非国家加纳这个月初也比较亲近。当局推出了全球上界严格的旅游禁令。13开始，无论是本国的公民或者是外国民众，只要无住疫风下，拢禁止出入境。当局也要求旅客，若是有这注射，需完爱出示 PCR 阴性证明，严格边境的管制，而且只有一个例外。13开始2礼拜缓冲的时间之内，加纳本国公民依然会当入境。不过咧，你来到国家了后，爱随时注意防疫。加纳因为疫防疫教会减班，民众有疑虑，到现在无到10%的人来注射。来看卖今仔日头查无哩在，今仔日开始东北季风较强，会继续影响到拜二再来减弱。这两天北部、东北部来转凉，明暗时到后日头查气温来到15、16度。另外，落雨方面，北部到东半部地区落雨的机会来提悬，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中国大陆天津到上海继续出现霾害，环保署有在研究，即境外污染物的影响来自个东北季风会来到台湾。在台湾大部分是感冒性提升的等级，西半部局部地区短时间警告机会到红色的警示，而且到后礼拜一拜二日时开始，中部以北即空气品质即慢慢啦较好。日本小笠原群岛火山今年8月喷发，呼叫在海上来漂流。海洋委员会感受到新的也有标的小琉球已经出现呼叫，
而且今天会随海流来漂涌到台湾的北部，而且呢，这可能挖进到新北市到桃园之间。提醒准要特别注意水管内只个准体，或者是螺旋桨有损伤。疫情发生以来，主席接受三轮车司机工会帮忙，来在定期在提供20公斤的白米，也够生活不足，和司机来度过危机。今年最后一场的发放，管理也等着进程来进行，大家也来分享，将领到的白米来装作就细胞的，安全送好有需要的人。So, ang ginawa ko, binalot ko siya ng tag-isang kilo, tapos ginamit ko yung jeep ko, umikot ako sa ruta namin, marami pong nangihingi ng tulong talaga doon. At maawa ka talaga dahil kasama yung bata eh. In way, hun hiyong, si hun ay chika-chip buhan toa. Sarap po sa pakiramdaman pagka nakatulong ka sa kapwa mo. Lalo na po, pagtanggap nila eh, may maririnig ka sa kanilang salamat po. Sarap po. Masarap po pakinggan. Sa chini, sa rin siya suki, nung atang tingki siyo do 20 公斤的大米以及2大包的物资，因将来无独自占有。Galing po sa lungsod ng Caloocan at sa katulad rin po ng Suchi Foundation, mayroon akong 10 sardinas, nagbibigay ako ng 2-3 sardinas sa mga kapitba. Sa chini ki kan, 观光的收入减8%，加上封城管制令，以载客为生的三轮车差不多完全无收入。主席管理也等着进程，进行今年最后一次的发放。玛丽坚持塞着轮椅，带着中风两次的先生来讲感恩。laking tulong po yung naibigay po nung pangalawa, yun pa rin, meron pa rin kami. At malaking tulong po talaga. At nagpapasalamat ako sa Suchi Foundation. 看到他们，很收到这些物资之后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4000多位司机远在离归，欢喜的气氛嘛随着因的笑容，伫个城市散布开来。台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这半年中，主席菲律宾分会举办祖先祭拜祭祭的活动，有受欢迎的素食的小食，也够新鲜的蔬果，而且也够生活用品，民众付出爱心也响应素食。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也阁有手工做的传统台湾点心。祖先祭拜市集在菲律宾湾区开卖，善心汇集买起往。Whatever proceeds that this fundraising can raise will be used to help the indigent, to those people that are needy. Come to the bazaars like every year, help out with the initiative. So yeah, I guess it's just a yearly thing that we've always been going to. 各式各样的素食材料应有尽有。真侪家庭主妇拢是特别来找补。Cook my own food usually, but there are not many outlets that I'm able to see these kinds of vegetarian foods. Good quality. And good quality. So I cannot wait to serve it to my family. I want them to try. 美食当前，更是让人看了真想要吃。Number one, masarap. Number two, malinis. Number three, heart natin.给啥？帮个助农啥？帮个加坡那点。前潘路市长嘛特别来捧场，每一处市民受灾，主席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Every piece I buy, every little food I buy and I eat will greatly help a lot of others. 时轮转，法轮嘛转，伫细半年中的时，更要带着这份欢喜，迎接新的一年来到。台新闻。麦山吉、丹尼尔、乔伊、菲律宾报道。马六甲警署等来驻义丰社，除了义和警员，每天有几啊十位志工来协助。在这过程内，应该是来顺利。志工的服务精神感动真侪民众，也主动报名来做志工，把握机会来接服务。有问题，马上有人来到三工。德算讲是青云的环境，一路上拢有温情相伴。深呼吸啊，来深呼吸，很好。马拉加证书堂疫苗注射，当中除了医护人员，逐天也阁有几啊十位志工来协助，
其中也有红阿婆。之前跟师兄一起来这边打地产职的，然后看到这边的师姐师兄很好咯，过后我回家我就问一下我师兄，哎，我们要不要来帮忙？他就很爽快的答 OK 哦，那我就约他一起来咯，这是真的是很好的那个让他一起出来。之前上班很多很忙，那现在都已经退下来了，时间上就很多都可以说很自由，所以就是能义无反顾的可以帮忙就尽量帮忙，因为毕竟还有很多需要帮忙。少年人也主动站出来，利用休困的时间来做一日志工。有一个师姐就说我们来哦，他就是哇塞，我们要来做这个义工嘛，我们就过来哦。有一点怕，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期待哦，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嘛，来之前，因为没有做过嘛，怕不知道怎么做这样。负责安好嘛，要注意就是说坐轮椅的那些患者很优先哦。然后就是要注意看啊，我们的口罩嘛戴好来啊，不明白的就要帮他们咯。我们一直做工作工这样子啊，做工放工回家，就是没有在家里面都没有工作做。在我服务的时候，很愉快的心情，好像很舒，心情很舒服的心情，很快乐咯。化被动为主动，献出家己的心力，加紧疫苗注射的进度，让社会早一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台新闻吕佳佳马来西亚报道。来关心天气，东北季风变强，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北台湾是较湿，日节东北部地区加大台北山区有机会出现较大的雨。另外，离平湖、金门、马祖晴分好天。这日是温度感受舒适，一暝了后气温拢有下降，而且是较凉，要特别注意穿衫。气象局发布六项强风特报，一波开始，台南以北、东南部包括南苏里岛、恒春半岛、沿海看跨地区，也有九级到十级的强阵风。这是空气品质预报，各边地区是干嘛是提醒，来看卖温度计前。七指区公所举办避难收容所的演练，民间团体也做伙来参加。主席负责宗教护卫区，每日第一时间面对灾民的伤痛来安定人心。金甲头大大的轻声安慰，面对不安的心，要予因上界稳定的照顾。把手交给我。七指区公所举办避难收容所演练。组织受邀加入，第一宗教护卫区安定受难家属的情绪。还是说感谢哈，那个每年都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助，然后那个在整个从灾民收容啊到抚慰区哈，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慈济师兄师姐的身影。然后那非常感谢那个每年都来做协助。马善用体育馆的空间规划避难收容所的所在，那是讲有灾难发生，政府和民间也当尽紧设置完成。点算所需要的物资，也够人员，马上提供，减少灾害带来损失。大爱新闻赖慧娟台北报道。实际环保志工林月梨八十岁，二十年代伊欠钱，伫今年捐款用当时来扶持大爱台。伊常常坐第一班的火车到寿丰环保站做环保，专心来投资。虽然少年的时翁婿因为抗灾亡身，伊靠做苦工来接车养六个囡仔大汉。现在退休，把握着付出的机会，伊甘愿做，欢喜收，这六个字，予伊心满意足。加工比我那个做做做好，医生哦无效，你好休困啊，好管好，我休困。
啊，我休困要创啥？阮囝讲，你去家做者，啊，你做偌济算偌济，去来转去爱互阮知。家己做诶。无啦，我嘛是倒电视学诶啊，无啥好用啊。毋过等下伊满着吼，啊，着一个肩胛头湿袂较袂重，啊，你安怎小火匠？哈哈，敢小火匠。看到火烧阁寒，赶去坐火车，赶去坐公车，坐到公车看到我在等车，看到我两道阴毛做，阁看别只来只火做，安尼，我坐咧车顶嘛做火烧，坐咧公车底嘛做火烧。安怎做？我坐火车，我就讲我这要管哪号自己做毛毯。大家平平拢做些拢实在，伊嘛对上山赶来好啊，伊随风赶来好啊，伊嘛对四家庭赶来好我，我嘛要做会所。十几个人起车，伊按看路边看到一块纸板啊嘛拖拖到十火车去给我压，给我赶。我是十天拢带在身上。对。为什么？哈？为什么？哎呀，我有代志问叫师傅甲斗斗做。是啊。我做无，我叫师傅甲斗做。我坐咧身躯了，师傅较紧，我赶无法哩，紧甲斗赶。师傅要坐车，紧车哪来哦？唔当我无去。你听有哦？这是师傅是你的保护神。对，有师傅唔是讲上疼咱这职工，啊一定会甲保护。六个，参我七个，各大家大官王小姐，趁做些趁钱饼，到落尾啊才去做饼大楼。我二楼甲看，四十几个规摊只白茫茫，啊，拢袂认得人哦。阮翁烧甲头毛嘛拢无，这裤皮啊嘛拢流起来。啊，我到听到一百万啊，来国华，国华骨头袂做石头啊，袂创啥，即句千万都袂生啊，你讲啊，对唔？这都是讲甲师傅讲啥？欢喜做甘愿受，咱爱接受，对的事做就对的，安尼我都真满足啊。我这两句话我都真满足啊，学到这两项都吃不了啊。在婚姻后尾，一个八十八岁的王秀芝女士，伊的已经地板有破空，伊的地根也还起，洗身躯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位七十一岁的王秀满女士，因为小儿麻痹，行动爱靠轮椅，而且呢已经是有只老腿，拄只安排专案启动，为两位长者出力来做扶手，来加装电火，避免因来跌倒。洗浴间的地板破了一大坑，这对八十八岁独居的王秀芝女士来讲，相当的危险。放地咧打，啊，自己那边咧洗啊。唔止破坑，洗浴间的电火嘛歹去，暗时非常的不方便。那个螺丝太久，然后打不开。修理好了电火，补好地面的坑，再帮王女士装上马桶边的滑手，以及男性可用的座椅。来到另外一户七十一岁王秀满女士的厝内，伊因为小儿麻痹行动不方便，洗浴间外面空间真矮，伊阁有三坎的楼梯。对。一入洗浴间的正平，加装了换手，加了一个用力点。马桶边嘛同款，起身的时阵更加方便，照明嘛全部换新的。太细工安尼，都爱恁安尼来帮忙。他们很高兴，刚才在装的时候，那个阿妈就已经一直在说感恩。老人家都非常的期待安装施作，让老人家哈有安心，有安身。用爱守护乡里，用心打造安全的居家空间，提升长者因的生活品质。大新闻徐永华、李玉如。婚姻报道。嘉义大拿组织病院举办健康二十一天的挑战比赛，来改变参加者饮食的习惯，加食关心的食物，少油、少盐、少糖，而血压和体重都有明显的改变。
社工陈燕慈参加大拿组织病院健康二十一天挑战，营养师用心安排的菜单，以天然原形的食物为主，无食蛋奶、少油、少盐、少糖。体重部分大概是七八公斤左右，在精神上也会比较好一点。健康管理中心的各管师蔡淑兰，较早改重口味，常常食甜的物件。自我挑战二十一天，一开始因为袂惯势，差一点仔放弃，后来坚持落来，慢慢仔发觉真侪物件本来就正好食，精致加工可能会增加健康的负担。我原本血压是比较偏高，我血压已经控制到可能120跟80以下。他们可能从体重、那血压、血糖跟血脂肪这些方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以整体而言哦，都有明显的一些改善的程度。研会报告出来，参加的人拢真满意，医师以及营养师团队欢喜颁奖，改变真正发生。有人已经报名第二遍的挑战，继续健康过生活。台新闻陈柏洲加以报道。为着吼来到台中主治病院患者家属，也阁有同情，身心会当放松。伫病院大门边啊，有一个自然生态的庭园，有流水，有植物，充满着自然甲人文的气氛。施工的过程中，主治志工也来到职，或者也看到因的用心。水伫咧流，鱼仔悠哉游来游去，边仔的草啊、甲树啊，看到真清真水，来遮散步，心情马上放松，就是有一种回复到很大自然的感觉。台中主治病院第一医区外口，这个拄啊完成的自然生态花园，那后来病院的民众感觉真放松，一来医护人员嘛有同款的感受，整个整理得很有人文气息啊，哦，非常的好，而且看起来赏心悦目。这个花园委托景观业者来打造，以小条的溪流为设计的重点，搭配着各类型的植物，会当呈现大自然的美景。利用水景的方式，可以去让医院的病患或是医院的医生，达到一些身心灵疗愈的一些效果。时间过程，主持志工嘛动员投入，对种地、松土到栽种植物，布置石头等等，每一个小所在拢有志工的用心。有这样一个大的福田，让我们的慈济人来做，那也跟我们的工地菩萨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善缘，我们来协助。舒适的环境对身心有好处。台中主治病院唔仅用医疗的专业守护乡亲的健康，也希望透过这款的花园风景，让大家心情更加好。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灿德台中报道。屏东大厦学生宿舍绿地化、保水加水资源节能，还有一用化碳再废弃物减量，拢是非常的好，这得到绿建筑的金奖。那是大学生想要抢这的这宿舍，这因新鲜就签的学生嘞，会当参像大饭店同款，要带的这学生唔敢毕业。由远到近被青色包围，日头照落来，屏东大厦团税的好业处，爱抽口啊真困难。房间里面都有落地窗，就窗帘打开的话，阳光会直接照进来的，让人家觉得很有设计感。住在这里这么舒服的话，就会想要毕业嘞。原来专心设计感的宿舍，让人想要留落来，想要深造，在学校加留几啊年。宿舍有挑高，然后外观很漂亮，就很像度假村之类的，很像饭店啊，要 check in 这样子。有一些生态池，心情不好或是想散心的时候，都会出去走一走，然后吹吹风。保留日本时代的老樟树啊，屏东的绿建筑。三栋的设计避免砍到树，校园是绿色校园，一楼大厅我特别挑高，所以那通风就非常良好，减少了很多空调的需求，采光也非常好，自然光就可以环境友善。这间屏东大学的学生宿舍很特别，它叫做爱心房，因为从门口到浴厕都是无障碍。唔念念便所的配备、烫树，全拢有无障碍设计的条件，长久的建筑理念。传了学校，处处为人设想。台新闻吴义轩、陈立伟，屏东报道。
脱离台湾几年，俄罗斯画家杨安东伊绘画真高等，伊为俄罗斯故乡也够台湾的山水。伊是这个灵魂人物，是伊的台湾太太，也就是伊的最佳女主角。就是对我台湾这边的一些风景。台湾安平港、俄罗斯伏尔加河拢是美景。俄国不可测的一种神秘感，安平港就是台南，阳光普照，非常的亮丽，热情的一种感觉。气候上、感情上也相差很多，有点像东西交流啊，一种对照。澳洲工艺穿着古典的外衣，和东方现代舞蹈，杨安东笔下人物拢真传神。俄罗斯是浪漫式的一种想象，这边我们看到就是一种最现代进行式的精细的描绘。俄罗斯画家杨安东为爱来台18冬。太太是伊上好的女主角，我还蛮喜欢的。秀秀画得比人好，花比人娇。她比较低调，会说秀秀比较漂亮，比较希望画我最熟悉的爱的人，可以更生动。我也不希望画画的时候用照片，直接面对对象，就是实际的人来画。啊，我要一直维持这个姿势吗？对，没错。艺术理论专家的太太杨安东无比放大监视，用幼稚的画笔代替相机。就拿你的艺术理论出来跟点评他。不行，我一定是他的头号粉丝，这样对，要随时称赞，然后觉得他是最好最棒的。其实我认识台湾在俄罗斯已经开始了。最好的中文老师是？当然是我老婆，她对我来讲，她是一个台湾最好的最美的代表。放弃俄罗斯稳定的事业，杨安东爱乡爱台湾，美人美景拢收在眼内。台新闻吴怡萱、陈立伟、屏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从时间到主播林明君。好，谢佩莹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林明君。先首先持续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目前关注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台湾出现了3例 Omicron 境外移入案例，一个是中研院的感染事件。这位女研究员11月19号遭到实验室老鼠咬，老鼠身上是阿法病毒株，而7天后开始咳嗽、嗅觉、味觉异常。昨天指挥中心公布了基因定序的结果，确定女研究员不是被老鼠咬伤染疫。比较可能是在操作实验的过程交互感染。而疫情数据方面，昨天有10起境外移入，本土零确诊、零死亡。而这几天基因地序结果出炉，境外移入个案当中有3个人感染的是 Omicron， 包括从美国、英国和史瓦蒂尼入境，同班机人员框列阴性，目前没有社区感染。Omicron 入侵国门，台湾出现3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不过幸好都在边境就成功拦截，目前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分别来自于南非、英国跟美国。从这几个病例看起来，他们的病毒量也大概没有像 Delta 的 CT 值都在10几这么的偏低，有一个病毒量偏高的一个状况。不过对于这个传播力都普遍评估是有增加的一个状况，所以国境还是必须严防。而备受关注的中研院感染事件，按16816基因定序结果出炉，确定和 P3 实验室研究的 Delta 变异株相符。嗨，我们6到9月本土的 Delta 个案的病毒株的序列均不同，好，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可以判定跟社区是无关，那来源是实验室。个案11月第二次被老鼠咬伤，当时共有3个人在研究室做实验，不过他操作的是 Alpha 老鼠，感染的却是 Delta 病毒，因此可以确定不是被老鼠咬伤而感染。实验室经过环境采检验出阳性，不排除有交互感染的可能。在实验室以外的那全部都是阴性，相关的桌面有一些门把这些的处所，那不过 CT 值现在都因为有过几天，所以 CT 值都算高，所以我们也需要这相关可以做培养、做定序的，我们也会做。10月中个案被咬的时候，他有通报了基因体的实验室的长官，但是该实验室并没有继续往上通报，那原因还待查。
目前第一圈框列105人居家隔离，34人自主健康管理，除了带采人员，其余 PCR 采检全数阴性。另外有325人列自主健康监测，是同栋大楼除了同层上班的员工。13号上班时会全员再采检一次，确保疫情没有扩散的可能。大新闻玄山田志忠台北报道。就怕实验室感染事件重演，台湾12间 P3 实验室的作业程序大体检。专家怀疑可能是穿脱防护装备的过程遭到感染。这个多久要换一次？我们每天换。柯P一早来到昆明实验室大体检，包含检体如何保存及转移，人员动线一一盘点。因为全台12间 P3 实验室，台北市就有8间，严防中研院感染事件异地重演。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还是 PCR 都阴性，虽然它的足迹范围很广，我们台北市打满2剂的有60%以上。我想应该一定程度还是要保护作用，那每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一定要把 SOP 再检视一遍，不要以为规划这第二次。目前相关人员框列采检结果都是阴性，不过按1681611月26号出现症状到12月8号才自行就医，会不会对社区造成威胁？推测他是应该11月26号发病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两个潜伏期的话就是加起来就差不多到12月20几号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包括第一层跟第二层框列全部都是阴性的话，那相对的我们就会可以比较放心一点。除了研究机构严格把关，民众把疫苗打好打满也是防堵传播的重要一环。大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双北很多地方都有女研究员的足迹，她住在汐止，新北市政府就针对汐止国泰社区筛检站加开时段，让民众就近的采检。而前天新北市31处筛检站筛检了800个人，结果都是阴性。排队人潮都是来做 PCR 筛检，因为确诊的女研究员就住在这里。今天国泰医院社区筛检站加开时段，从今天早上8点半到11点，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而根据院方表示，一大早就有不少民众前来筛检。有听说汐止这边因为这个有啊，会不会有点担心？不会啊，还好。对，那会不会担心说，因为中研院那个也是南港内湖这边的？还好了，还好。有急躁筛检车在中研市场后面为你民服务。里长贴心广播提醒大家快来筛检，中研市场也开来行动筛检车，从下午1点到4点就近服务民众，安定里民的心。一个在院区总共采了232人，那院区外就我们目前这个地方总共采了357，所以总共筛检的人数有589人。加速筛检都想知道自己是否染疫，因为研究员接触者共有66人，新北市扩大框列97人 ，PCR 筛检全数阴性，民众也提高警觉，10号筛检量明显变多。昨天确实有增加人数去筛检，大概增加了20%左右。我们将近采检了800多个，那这800多个全部目前为止出来的都是阴性。新北市31个筛检站采检出来全是阴性，就怕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政府希望透过广筛才能有效救出病毒。大新闻徐英豪特别报道。中研院确诊女研究员曾经在淡江大学进修推广部上课。疫调后框列了12名学生，还有1名老师，目前采检都是阴性。这栋大楼就是淡江大学的精华校区，指挥中心今天公布确诊的女研究员就在这里上日文课。一个老师12个学生，因为在一起上课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些人都也列作居家隔离，现在在集中检疫所，那检验的 PCR 也是阴性。校方表示，收到通知后已经消毒完毕，校区维持正常上课，日文老师改为远距教学，但有学生表示没有收到确诊者的足迹消息。校方这边都没有提到，都没有提到。所以今天上课他们开头有讲些什么吗？没有，都没有做任何关系。没有，没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要开始了。家长带着小孩趁着假日冲一波，新北欢乐耶诞城一路到明年1月，是否保持防疫最高标准？就我自己也松懈了，对，就是还是会做好一些防护啦。
最担心应该是人太多吧。那如果其实有口罩，我其实是可以接受。那像这个地方，就尽量还是赶快吃一吃，赶快走这样。大家来一定要严格戴上口罩，大家就严格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至于有一些区块要十连制量体温，啊，勤洗手、戴口罩的地方，我们还是要严格管制。指挥中心表示，年底跨年活动目前没有强制性规划，如何做好防疫工作，避免疫情破口，需要中央和民众一起同心协力。大爱新闻徐英豪台北报道。新冠肺炎让医护人员疲惫不堪，现在又有 Omicron 压力更大。国际护理协会警告，富有国家从贫困国家招募医护，将导致全球护理师短缺的问题。而护理师主要输出国是菲律宾和印度，招聘国主要是美国、英国、德国还有加拿大。抢救生命，分秒必争。全球对抗新冠疫情尚未成功， Omicron 病毒又来搅局。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We've had a nursing shortage for a number of years. 根据国际护理协会统计，早在疫情爆发之前，世界各地就出现医护短缺现象，多达1800万个缺口有待填补。加上疫情不断延烧，这股人才荒越来越严重。You know, the feeling that they've run already two or three or even four marathons with each wave of the pandemic,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go again means that many of them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y can. 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长期承受工作和染疫的巨大压力，光是过去一年谋生退役的人数就翻了一倍。而碍于疫情，学校纷纷停课，更让医护面临人才断层危机。Obviously, we can't teach clinical skills online, so we had to bring students in small groups, and we're still doing that. 为了弥补职缺，部分富有国家如英国、美国纷纷向海外招手，大举招募外籍医护，导致印度、菲律宾等等贫穷国家陷入人力困境。Governments need to be thinking about, you know, the almost the life support package of measures that they need to be putting together to invest in their nurses and their healthcare workers. 专家呼吁政府必须提出更多对策，否则贫富不均的现象将从疫苗烧到医护，加重全球疫情。大家希望缓缓正变异。南美国家玻利维亚目前是雨季，首都拉巴斯河水暴涨，冲毁桥梁。暴涨河水瞬间吞噬了整座桥梁，甚至越过堤防冲上公路。大水退去后，路面是一片狼藉，重型机具忙着清理。乌克兰东部边境战于密布，恐怕在明年初遭到俄罗斯大军压境，把美国、欧盟、北约都卷入争端。七大工业国在英国召开两天部长级的会议，呼吁西方和盟国要团结对抗强权。I've been very clear it would be a strategic mistake for Russia to do that. And what the G7 meeting this weekend that's taking place is about a show of unity between like-minded major economies that we are going to absolutely.Be strong in our stance against aggression with respect to Ukraine. 会议重点还有伊朗核协议谈判卡关、缅甸军政府统治、亚洲南海争议。这一次会议是英国担任轮值国最后一次召开实体的会议，明年将由德国接棒。亚太。啊，搁运动，啊无我演个少年哦，那像九月八月就唱唱唱，啊唱唱就闹，啊那无结果已经就响响响响，啊响响就会喘了，喘了就真艰苦呢，有遐呢，下句哦，一个安尼走路都无法度，你知影？干那合作感应啊！感恩讲，安尼我我食菜个运动，安尼我身体才用起。大家讲，我说我用哦，我细啊，我迄阵少年，啊，下久真艰苦，我唔捌实行，迄个三万块我唔捌掏。我来去运动哦，迄蠓啊哦，我老焦，大家顶个哀哀叫哦，咱食菜无味较快顶。
有味的才较爱用啊。我超过到半年的时候，我一直戒烟。台北大爱幼儿园举办了疫情健康苏醒站的活动，透过蔬食让大家更健康。台北大爱幼儿园举办一起健康苏醒站活动，透过游戏方式推广蔬食，推数、卢数、说数，然后就想要趁这样子的嘉年华的机会，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就会进行健康的闯关，然后希望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个健康小铁人。我们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不要被困难克服。游戏关卡结合近思语，活动设计增加亲子互动。觉得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增进一下感情，然后宣扬一下瓷器文化，其实也很不错。可以训练他们的肌肉发展啊，然后让他们在家里也可以应用相关的一些游乐的那个技巧，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让幼儿园学生手作卡片写上祝福的话。最好玩的是这个。你写什么？健康快乐是吗？同时也邀请志工参与木心木爱全球共善。大爱新闻黄先郭家旭台北报道。慈大附中岁末祝福学生演绎手语，感恩师长和志工的陪伴，而校长也颁发十年和二十年的纪念奖牌。整齐划一的动作，花莲慈大附中的学生用手语演绎报恩，感恩师长与慈济志工一路以来的关怀。用正确的方向教导我们的孩子，用无私的爱、真诚的付出来陪伴你们度过人生最美的精华青春岁月。第一个不但是义的爸妈，也对我们自己的爸妈，甚至是显谢老师这些人对我们的爱与照顾。这一群陪伴慈中学生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志工，在长期的互动中带着孩子成长。国中跟高中这六年的期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人格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段时间是一个叛逆期，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是陪伴、关怀、护卫。祝福你。岁末团聚，净思金舍法师给予祝福，期待孩子能用心展望未来。请大家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门，真的是用心去体会整个慈济世界里面的人事物，不管是师姑师伯，还有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之间彼此的那一份爱，那是最真诚的一种长情大爱。大爱新闻何玉怀、钟江波，花莲报道。同样是花莲社区岁末祝福，有一位来宾潘炳化，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建院时期担任建管科长，四处奔波缩短核发建造时间，让医院更早完工，抢救生命。魔术表演，虎虎生风，迎接虎年的到来。人人平安，家家吉祥。花莲社区岁末祝福邀约邻里参加，也带来老故事。这位八十多岁的潘老先生亲笔写下38年前花莲慈济医院建院，他担任公职时东奔西跑，变更地目，核发建造，把原本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完成。他说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我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说，我参与有幸参与这个工作，我非常的高兴，而且我非常有幸运给我们花莲的照顾危险啊，非常的大，疫苗打好，然后抗疫成功，全心全力照帮忙。第一次参与岁末祝福的黄博瑞，在打掌经中看到志工的付出，也非常感动。因为我现在在防疫旅馆上班，然后看到其实真的很多慈济人，还有就慈院的医生，为了疫情还有台湾这样的努力，其实真的是心情是蛮沉重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在虔诚的祈祷声中，除了祈愿疫情早日消灭，也呼吁人人能够如素护身。只有人跟动物跟天地取得一个和谐，一个和平，彼此相爱，不要有这么多的怨跟恨的气，
在这一个天空中蔓延，我们大家才能平安。岁末团聚，多元的文化飨宴，共同祝福新的一年万象更新，人人平安。大爱新闻何以怀中江波花莲报道。放大视野，想象未来。青年公益实践计划慈济基金会携手 Impact Hub Taipei 打造公益孵化器。第四届的成果展包括了环境永续、科学创新，还有性别教育，让年轻人找到公益服务的能量。手要伸进去压一压，就是解真空。压完之后，就是再把它这样子拉出来。对，然后拉出来之后，它倒精血的话，就是可以把这个打开再倒，会比较好倒。一堂女性生理课，清一色都是男同学。它不会有什么味道，它就是蛮透气。至于这一位23岁大男孩，听众则是女性朋友，到职服务不到4个月。像以前可能会把男生女生分开去讲授月经，或讲授男生的生殖器官会分开，但那个分开反而会让整个社会产生更多误解。突破性别隔阂，小红帽协会成立2年，14位伙伴平均25岁，包括3位男生。月经教育课程足迹遍布国中小校园，更开启月经贫穷服务。我们服务的个案在全台湾有450位月经贫穷的青少年。我们跟全台的社福机构合作，就是这些个案本来就有在社福机构。浮在空中的图像，但是它实际上却是空的，什么里面什么都没有。再看一次，三角柱体内却有一只鸟正在展翅飞翔，神奇现象隐藏科学力，以科学素养导向打造系列手游教材。用讲的话会比较不知道怎么去呈现。那我们因为里面有一些科学动画的部分，对，都有包含在里面，然后搭配小朋友现在最喜欢打手游嘛。实验工具能够让小孩子对于自然科学，或是对于这个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能够认识。课本就是它的宗旨。支持青年公益行动力，四届以来富裕40多组台湾青年队，明年即将跨足亚太地区，让青年力道更加深加广。戴春肖志杰、九燕吉台北舞蹈。异世界的爱专题持续关心视多障病患，就是除了视力还有其他的障碍，他们照顾上会更加困难。而这些病患高中职特教班毕业后就要回归家庭的照护，成为家属的沉重负担。还好台中的惠民基金会设置了盲校幼院和教养院，提供患者从出生到终老的全程照护。我要喝牛奶，我要喝水。那你想喝什么？你去选。哪一个？我要喝牛奶。你要喝牛奶啊，是不是？现在达达就可以喝到好喝的牛奶咯。他是先天脑嘛，然后高张的孩子，学习上其实受限很多。视多障患者面对的障碍是视力和多重疾病交互作用的严重后果，需要更专业的师资和设备来照护，但一般学校的特教班通常缺乏这些高规格资源。过去我们就是推动视障混合教育计划，但是对于多障的孩子，他在视障混合教育计划提供的支持是不足的。一开始我们有意要设校的这位陈淑静女士，她看到我们跟其他障碍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了弱势中的弱势，以至于她就有这样子的想法，要设置一个不仅是安置视多障机构的住宿型机构，也希望能够设置一个学校。惠民基金会不但有幼稚园到高中的盲校教育，还有不同年龄层的住宿型机构，包括安置5到30岁的育幼院，以及30到65岁的教养院。于是，全台各地的视多障病患都在这里接受完善的学习和照护。Yeah.
实施12年国教，高中职以下的学校不能拒收视多障学生，但18岁以上的毕业生往后的人身照护无法符合多数日照中心和安养院的规定。是多重障碍的孩子在外面还是很多，那想要进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床位的不足。幸运被安养机构收容的患者，一般家庭每月仍得缴交20000多元的照护费用，但在惠民机构是例外。22岁以下的我们都是免费的，那22岁以上的时候是政府要求我们一定要收费，可是因为我们都是弱势家庭，这收费这21000的部分也是由我们这么负担，我们为他募款帮他解决这个部分。哇，你今天好帅哦！我要带他们去参观，带我们去看你的房间。本身它是算高功能好的。这个是我的衣服，这个是我的裤子。展伟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5岁那年被送到惠民育幼院，成年后转到教养院，转眼间过了43年。我没有家，这里都是我的家人。那我的妈咪就是甘院长。19岁来的时候，刚来也会害怕，因为不太懂他们。可是慢慢慢慢，发现他们是很可爱，然后可以让我就是值得为他们付出。我爱你。啊，一样爱你哎。少部分像他一样这样可以互动，那其他其实大部分都没办法，他有的没办法，没有口语的。是看到他们可以这样子慢慢成长，然后可以生活自理，我就很开心。一个随处可见的人容画面，是爱的传承，也是美丽风景。纽西兰男子贝尔23年前来台湾寻找登山失踪的儿子，期间受到许多台湾人的帮助，虽然最后没有等到好消息，他始终记着宝岛上人们给他的温暖。导演陈永瑞就以这一起事件为背景拍摄纪录片，见证人与人之间的互助。When he was young, he always followed me everywhere.纽西兰青年鲁本1998年来台旅游，耶诞节前夕断了音讯，父亲费尔跨海寻子，在陌生的土地感受到许多善意。Everybody would come up to me, with words of affection, "Jio, Jio" means keep going, keep going。本来是很伤心的一个心情，慢慢因为台湾人的善良，就让他抚平了他的这个伤痛的心，然后他就把他儿子的这个爱。就升华变成对台湾的爱。纪录片导演陈永瑞飞到纽西兰，从费尔的视角呈现这整起事件。事隔20多年，他和台湾的老朋友们还在持续联络。我们都是用 LINE 告诉我说他在纽西兰的状况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边的一些事情跟他讲。20年来是常常来找我们啊。当然就按电铃就出现了这样子，他都会讲我是他台湾的妹妹。陈永瑞表示，这部影片除了传达人性良善，也期望后续能够带动山林教育，发挥更多正向影响力。大爱新闻归林郭继宗南投报道。
新闻之后带您到日本看看水族馆的椰蛋老人。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我们再会。